不同国家的冲锋号大比拼。美国，德国，日本，爆破机。法国。中国。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？还有那帮牺牲的同志们，一起给你们打的人高喊。白痴，人家谁的理由如何？只敢跟我都想要的，我的只想要的，却那个图中是你一个，真不能测。They come from? Did they fall out of the goddamn sky?抖音。